高 CP 值 4K 电视该怎么买？建议你从国产品牌开始挑起。买电视有时候是件很轻松但又很讨人厌的事。轻松是因为品牌多，产品多，你不用担心买不到东西。讨厌是因为品牌跟产品真的太多了，挑选起来可真是伤脑筋。现在 8K 电视已经出来了， 4K 电视的价格普遍都有降下来，要怎样才能用最合理的价格买一款性能符合平时观看需求的产品呢？其实现在很多国产电视品质都有大幅提升，画质色彩有一定的表现，智慧功能也贴近国人使用的习惯，在电视喇叭效能上也有升级。最重要的是，价格往往都不到同级日韩机种的一半，所以如果你想买高 CP 值的 4K 电视，从国产品牌开始挑选准没错。比方说森宝这两年的产品就很值得推荐，因为他们在稳定的 4K 画质显示基础上，电视都有广色域的性能，色彩都能达到百分百的 REC709 规范，能完整呈现电影软体的原始色彩。智慧电视功能也以台湾人习惯的中文化平台为主，除了大家熟悉的 YouTube 之外，还有众所周知的爱奇艺，以及近年异军突起的欢乐看，你透过无线联网的方式就可以轻松观看这些内容。智慧电视平台也采用最新的 Android 系统，可以让你下载各类实用的应用程式，让影音娱乐变得更多元更丰富。另外电视在音效方面不但可以提供出色的环绕包围效果，音讯也能输出到耳机上聆听，或者将电视单独当成居家音响使用。影音兼具的效果外加便宜的价格，又买一台高 CP 值 4K 电视难吗？一点都不难。